圣节，妖魔鬼怪全出动。知名超商在万圣节前夕举办变装秀，邀请智障者家长协会，还有附近仁爱国小特教资源班的师生一起来同乐。不仅要尽情装扮来走秀，还要一起跳舞同欢。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有邀请我们的邻居仁爱国小的小朋友，那我们也邀请了台东智障者家长协会的这些伙伴一起来这边玩。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可以做一个社区的融合，让这边的孩子可以来这边只要有活动就可以来这边玩这样子。那很感谢 Seven 能够就是发挥这个以人为美的精神哈，在照顾我们这些身心障碍小朋友，让他们有机会好参加这样子的一个万圣节活动。那一方面也可以很欢乐，二方面好像还有准备小礼物哈。啊，小朋友前两天在听到消息的时候就已经都很开心，也很期待哦，真的非常感受这样的一个活动。万圣节当然少不了糖果，来参加的小朋友还可以带糖果回家一起 PK 的，另外还有奖品。丰富好玩的变装秀就是要让这群漫飞的天使有个展现自己快乐又难忘的万圣节。东台新闻甄慧如黄新平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